Lion King opens 27 June. Book at marinabaysands.com.我们的歌手，我们的骄傲，让我们一起见证新人诞生。我们等着你。公开海选时间 ：City Leisure， 6月9日下午1点到6点 ；The Cathay， 6月16日下午1点到6点。这就是我，忙碌工作，不健康的饮食。应酬令我长期疲劳，给了我黑眼圈、热气和肤胀、皮肤问题、舌苔和口气。直到我遇见了他，哇哦，嗨！我觉得焕然一新。哇 ，Thompson Livrin 源自欧洲的奶蓟精华，保护您的肝脏。Thompson Livrin 肝脏好伴侣。怎么不见了？难道有贼？什么东西不见了？我上课前明明把钱放在公司包里头，打算下课之后去捐的，有10000块钱呢、啊。10000块这么多，为什么你没有把它锁起来？我老哥的锁坏了，我以为放在公司包会安全呢、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报警！钟林，不必报警，家丑不宜外扬，反正办公室只有员工才能进来，我们就收员工的背包好了。哦，你要说的话，我没问题啊。先说我的。哎，钟林，不必不必，我没有说要收你的，难道我还信不过你吗？不行，一定要的。哎，你看，我都说我信得过你，没事没事。可是有些人就很难说了。你的背包啊。拉链里头的信封很熟悉，该不会是我的10000块吧？真的是我的10000块，原来钱是你偷的。那你想怎样？偷了我的钱还这么嚣张？不可能的，这是今天一大早就上课，然后就过来这里跟我开会。他怎么可能有机会去动你的钱啊？钟林啊，现在人赃并获了，你还帮他说话？他有脚的，难道不能趁你上厕所的时候去放我的公司包吗？我相信志兴不会这么贪心的。现在是10000块，不是100块啊！10000块等于他很多个月的薪水了，我就不相信他不会起贪念。好了，现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他说的没错，钱是没有脚的，是有脚的人把钱放进里头。听到了吧？他自己也承认了。等一下，我是说有脚的人把钱放进去，我没有说那个人是我。不是你，难道是我自己偷自己的钱吗？答案就在里头，过来看。经过看到 Albert 拿着信封鬼鬼祟祟的走到我的位置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，拿出手机来拍他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现在要不要报警你决定啊？助理，我对你痴心一片，你忍心赶尽杀绝吗？因为呢，我不能容忍你这种行为了。
不是不是，不可以把事情闹大，这样会影响中心的声誉的。我求求你原谅我，仲林，我求求你原谅我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现在不该跟我道歉，你应该跟知心道歉，看他要不要原谅你。要我跟他道歉？还是想跟警察道歉啊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请你原谅我。删除了。谢谢。那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习。May I help you？ 哦，当我们点菜的时候，那个 waiter 哦时常问的。嗯嗯，没错。但除了 waiter 以外，其实需要帮忙的人，你们都可以这样问他。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学习。豆姑，由你开始。May I hurt you？ Hurt 是伤害，应该是 help。May I help you？你看我这样讲对吗 ？May I hug you？ 没搞错，你要抱谁？哎呀，不会讲。哎，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May I help you？ 老师啊，如果被八爪鱼 hug， 然后又被冬菇 hurt， 想不去 help 都难啦。Help me！是你们啦，为什么叫那个老安哥来上课？就是哦，你跟他比什么啦，害我们出丑。喂，你们搞错，是你叫他来上课啊，现在要怪我。我哪里知道他的嘴这么帅。他不止嘴帅啊，样子也帅，跟那个方志兴一样，看到就讨厌。听说那个方志兴要去结扎，是不是真的啊？他不怕截子绝孙妹啊？是不是跟上次一样啊？只是在敷衍你而已啦。是他自己说的啊，可以没有孩子，但不可以没有我阿玲。这么巧啊！